聚餐一样的啊，群里面吃吃重饭啊。这个是火锅鸡，都差不多到齐了，到了很多人了。关键时刻，小宝掉链子了，小宝睡着了，一觉都没睡，他困了就睡了。我们准备要开饭开餐了啊，已经上菜了。我婆婆去拿那个勺子给小宝吃饭，还没过来，小宝都睡着了还吃，准备开餐。先喝点鸡汤，哎，好吃，好香啊！这个鸡汤，很苦味。还有锅烧，好多人吃的，又有菜来了。看这都是什么菜啊？这个是田鸡，好香啊。这个挺好的，锅烧、圆子、扣肉，还有那个海虾啊，腐竹、田鸡，还有饮料，感觉像酒席一样的。扣肉好香，王八好吃。他们都吃饱回去了，弄点汤给小宝吃，弄点饭给小宝吃。他们都吃饱了，有一些弄点饭给小宝。这是公公订的这个松糕，哇，好甜啊，放了好多糖，又好吃，松软松软的。小宝也在这里吃，看一下，好吃，好甜啊。小宝跟奶奶两个人在这里吃，好甜啊，好甜。小宝好开心，跟着奶奶吃，好香啊，好吃了，好乖。松糕好不好吃？在松糕好吃，松糕好吃，哟，好松软，哟，还热腾腾的，好松软。看一下，我吃一点，哇，这个松糕，松软松软的，哇，还有点热腾腾的。哎呀，切一块，哇，这松糕好吃，好软，好甜，好吃，今天呢，我就打算拿一点钱给我公公。因为的话，这段时间我们家装修这个厨房嘛，也不怎么买东西，也不怎么舍得去外面逛街啊什么的呀。我除了就是天天做事就是做事，因为我是有小宝的嘛，所以说我平时都是俭用，因为做父母的嘛，都会为了孩子着想，做父母的都不怎么舍得去乱花钱。因为这个厨房的费用这一次也有点大啊，这个开销。然后之前我帮公公卖菜呀、卖米呀，那些钱我都会给公公的，我都给他因为这是他的辛苦钱。我觉得我来到这个家，我就是家里的一份子，我就是一家人了。所以说家里需要的时候呢，我就尽我所能。然后到明年小宝又要上学了，小宝还那么小，所以说我们就省吃俭用点啦，就是反正该花的花，不该花的就不花它，就是这样哦。到时候家里肯定要开支的嘛，所以说这个钱有时候关键的时候还是用得上的，所以我都不敢乱花钱。平时这钱我就叫我老公去给我公公，因为我给他的每次都不要，后来我还是叫我老公塞给他，因为我公公人太好了，因为他也知道我们两个年轻人。知道我在创业，所以说我们两个年轻人也要花钱，到时候小宝也要上学，所以说我公公他
人特别的好啊。待会我是叫我老公给他吧，我先拿过去，虽然钱不多啊，但是先用着，到时候我需要什么需要钱到时候再说。好，到时候慢慢来，一步一步来。老公，老公，哎，进来进来，快点。啊，进来，我告诉你，我有话跟你讲，快点。嗯，这没多少钱，反正就是这些钱就给爸拿去给什么材料啊，反正都用了上了，那个厨房装修。那你给他吧。我给他不要，每次给他都不要，还不如你给他。你给他嘛，那你自己都没钱，那没钱不是又挣吗？那要不你给他慢慢挣吗？到时候我们两个人一起挣嘛。那要不你给我给他不要的，还是你给吧。我给每次给他都不要。拿着，哎，拿去给他，拿着。好吧，你就给他啊，你叫他拿着啊。哦，你给不是更好吗？我给他不要，每次都不要，还是你给吧。那你看每一次都不要，没。好吧，那我等下去给他。他心疼媳妇，他不要的。你又知道对吧？我媳妇给不是更好？媳妇给问题她不要啊，是吧？你给你好说啊，对吧？你给她，我给她，她要推迟啊。你咋那么好啊？装修你要出点钱。哎呀，那你娶我回来不是一个家吗？是不是？我不是也住一份吗？对吧？那爸他。装修花那么多钱，到时候我们婚礼要花钱啊。你自己都没钱啊。那没钱不是慢慢挣吗？这段时间我们把他那些萝卜啊，那些货都是爸批发回来，他都没要我的钱去批发，爸那么好，对不对？好吧。好吧。这几年这段时间都药好了没有？还有一点疼，吃了我妈那个药还有一点疼。那意思是那个药没有效果了。有一点效果，但是效果不是很大，可能我体质不一样吧。到时候我也没干什么重活啊，重活都是你干咯。嗯，到时候再想办法，看点其他的办法，再想点其他的办法。那擦，买药擦咯。嗯，到时候再想其他的办法啊。嗯，这个腰也蛮难搞的，真的是。啊。哪家家伙在这？好嘞，好嘞，来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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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老公，你在煮粽子啦？啊，今天晚上有50个粽子煮，粉丝向我订了有几十个，然后还剩一些拿去出摊。那你说嘞？肯定是包的好吃啊！我们贵人特色的粽子，大众都喜欢，料多料足，对吧？真材实料。对，柴火粽肯定是受欢迎的。妈妈，月光之下，轻轻的，我想你了，静静躺在雪里。